由六年级学生所带来的表演《五彩缤纷迎校庆》，全体六年级，预备，跑步走。借由轻快的节奏、活力的舞蹈，展现六年级的青春洋溢，也预祝所有参赛的选手旗开得胜，缔造佳绩，大放异彩，让这次的运动会留下难忘美好的回忆。手请插腰，不要让我提醒了。六年级表演开始。吴俊伟手高一点。最近我有转身声音所走，又等了三番就说站着，小茶烟的汗毛陪着你的微笑，是我从此不再迟到的诀窍。下次考试要记得把语说好，但是我一时对你真的不妙，请不要对齐哦。我记得要擦腰。看前面，会唱的嘴巴可以跟着对嘴。来，五班排好，五班对齐。来，五班女生对齐。不要边跳边打哈欠啊！上课的钟声总是拉人太紧，你认真的模样显得很安静。迎接我的笔记放在房间抽屉，想从你字里行间看出心情。如果说数学可以算出距离，那叫做题目加人大力。对于毕业前的旅行，我假装不在意，却期待能否刚好和你一起。四班，要点四班歪掉喽。摸地板，只是跪下而已，手不要撑着。好，来，全体六年级请起立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